欢迎大家来到 Yoga Circle Healing Studio 的三十日 Mini Retreat。 我是大家的小领队西西，今天我们就会是由站在这里开始的，所以我们就站在脊的前面，双手可以合十在胸前，轻轻合埋眼，深一点的吸，慢慢呼气，用口呼，放松个膊头，做多两次，深啲嘅吸，用鼻吸，口呼，最后一次，深啲嘅吸，好，下个吸气，拉高手，深啲嘅吸，呼气咧，曲起个手踭，谂下咧个注意力摆喺个手踭嗰度，手踭一路滑落嚟，一路掹后，一路滑落嚟，落到去条腰嗰度，好，再嚟，慢慢吸气。再呼气，个手踭一路掹后掹落嚟，一路落，一路落，一路落。好，再吸，深啲嘅吸。再呼，个手踭掹后，感觉咧，我哋嗰个背脊个肩胛骨咧系向中间夹，同埋咧个肩胛骨系向下拖低嘅。好，再嚟，深啲嘅吸。呼气，个手踭掹后，一路夹落嚟，个肩胛骨向中间夹同埋拖低，做多两次，深啲嘅吸，慢慢慢慢嘅吸。再呼，肩胛骨向中间夹，拖低，最后一次深啲嘅吸。再呼，肩胛骨向中间夹，向下拖低，可能咧会觉得个背脊咧个肩胛骨咧都有啲攰攰地咁样，少少攰就啱啦。吸气，左手拉高，呼气咧，右边咧好似拎住个行李包咁样，我哋咧嗰个行李包有少少重。OK， 加少少想象力，吸气，只左手咧拉翻高，呼气咧，又再拎住个行李包，又系少少冲个膊头咧，沉低只脚咧，推实落个地，再嚟吸气上翻嚟，再呼气，只脚推实落个地，两只脚好有力推落个地嘅，再吸，做到一次，呼气，又吸气翻嚟，呼气放松手，转手啦，右手吸气拉高。呼气咧，左边向下沉低，个膊头都向下沉低。吸气拉翻高，慢慢呼气，只脚咧推实落个地，个人咧就会好稳阵噶啦。好，吸气，再呼气，慢啲，慢啲嘅呼，呼吸系好舒服嘅。吸气，最后一次呼气，保持愉快嘅心情。吸气。好，呼气，放松手，非常之好。咁我哋咧面向脊嘅前面，企喺山式，脚板咧打开大约一个拳头咁阔。好，吸气，手拉高，我哋做半个拜日式吓。呼气，前弯，膝头咧可以曲好多嘅，令到条腰咧就会好放松、好舒服嘅。吸气，手扫住小腿前面，心口掹向前。呼气咧，放松。吸气，拉高手起身。呼气，合掌胸前。做得两次，吸气拉高，呼气前弯，膝头可以曲多啲啊！吸气上嚟一半，呼气放松，吸气拉高手起身，呼气合掌胸前，最后一次专注喺呼吸，深啲深啲嘅吸，好舒服嘅成个动作，呼，吸气上嚟一半，呼气。吸气，拉高手起身，呼气，合掌胸前，眯埋眼，鼻吸，口呼，做得两次，鼻吸，口呼，最后一次，鼻吸，口呼，好，吸气，擘大眼，跟住手咧喺后边扣起，扣住啲手指，吸气，碌开个膊头，心口拉高。呼气咧，曲住个膝头前弯，个拳头咧拉高，想拉去咧个头前面个地下，喺度留多几个呼吸啊吓，深啲嘅吸。呼气，个膝头咧可以曲多啲，记住检查翻条腰咧系好放松嘅。如果条腰真系有拉住唔舒服咧，膝头再曲多啲，喺度留多两个呼吸，吸气。呼气，个拳头再掹前啲，放松个膊头嚟到做，最后一次深啲嘅吸。再呼，好，手可以拆开，踏后只脚嚟到平板。咁咧留意啦，嗰个 pat pat 咧就唔好夹高，又唔好咧放松晒跌咗落去个地下。肚脐咧收去个背脊后边嘅，手擘大啲手指推个脊落个地下。好，个脚踭咧俾啲力撑向后，
腳踭推前，腳踭拉後，腳踭推前，腳踭拉後，腳踭推前，然後曲起個膝頭哥，啪啪推到最後，推到最後，推到最後，我試下踩個腳踭落去，然後吸氣，腳踭拎起，重心移前嚟翻 plank 平板，呼氣曲起個膝頭，推到個啪啪，最後踩個腳踭落去，然後吸氣。拎起我腳踭，重心移前 ，plank 平板，呼氣曲起個膝頭，拉後 ，downward facing dog， 做得兩次，吸氣，慢啲慢啲嘅吸，呼氣退後 ，downward facing dog 下犬式，最後一次吸氣，呼氣。喺呢個 downward dog 嗰度咧，我哋又係可以輕鬆咁樣踩下個腳踭落個地下，曲起一邊膝頭，曲起另一邊膝頭。咁個膊頭咧，盡量放鬆佢多啲，頸放鬆多啲，留多三，或者咧可以左右搖下個 pat pat， 二，然後膝頭哥落地，手板咧行翻近自己一步，我哋做 cat cow 貓牛式，好，跌低個兔仔落去個地下，趌起個 pat pat， 跟住心口慢慢推前。膊头慢慢拖后，下巴唔使恶起太多嘅，颈系好舒服嘅。好，呼气咧，拱个背脊上天翻，再慢慢吸气，夹起个 pat pat， 心口慢慢推前，膊头慢慢拖后，慢啲慢啲嘅吸，再呼，拱个背脊上天翻。好 ，pat pat 咧可以坐落去个脚踭，跟住我哋做 Child's Pose， 膝头哥打开，好似张席咁阔，或者咧再打大啲都冇所谓嘅。脚趾弓咧轻轻掂住脚趾弓，咁就唔系搭住啲脚趾嘅，脚趾弓啱啱左右掂住，跟住睇下可唔可以咧手行前，额头如果轻松放喺地下就可以放喺地下啦，又或者咧如果你屋企有 cushion 啊，咁咧就可以攞个 cushion 嚟到垫住个额头，或者咧用个手嚟到垫住额头都得，放松晒个膊头。放松晒个肚、脚，一路落到脚趾。你睇下咧，嗰个额头放喺边个位置会比较舒服啦？又或者有啲同学咧觉得额头放住喺地下唔舒服嘅，可以咧选择系个下爬喺地下。咁你睇下乜嘢摆法咧系对条颈系最舒服嘅，咁你就做嗰个摆法就得啦。我哋喺度咧留多几个呼吸。深啲嘅吸气，吸胀个背脊，呼气放松个心口肚墩，沉落个地下，眯埋眼睛，深啲嘅吸，慢慢呼个心口咧放松晒，个心口好重沉落个地下，个肚墩都好重沉落个地下，做得三次，深啲嘅吸，吸胀个背脊，呼气放松个心口，放松个肚。个 pat pat 都好重，沉落去个脚踭嘅。再嚟深啲嘅吸，慢啲慢啲，好舒服嘅吸气。再呼，最后一次深啲嘅吸，吸胀个背脊之后咧，今次试下带啲气咧，带埋去个 pat pat， 吸胀埋个 pat pat， 非常之好。再呼，放松，更加放松，比头先再放松多啲。好，保持微笑，伸手咧慢慢行翻近自己，卷个人起翻身，跟住咧我哋就可以瞓低。瞓低之后咧，嗰个手咧大约系掂到个脚踭啦，脚板咧系分开一个拳头咁阔，膊头咧放松，试下拎起个 pat pat 少少，拎起 pat pat 少少之后咧，手指咧就可以扣起啦，扣起佢，跟住咧只手系直嘅，碌开个膊头多啲。有腳板比力推落去個地，拎起個 pat pat 再高一啲，喺度留多三個呼吸。腳板嘅內側腳弓位咧推落個地又可以拎高多啲嘅，但系咧唔使太用力啊嚇，我哋呼吸都仲係好舒服嘅，鎖骨係好放鬆，鎖骨同膊頭係好放鬆嘅，頸係好舒服嘅。留多一個呼吸，個腳弓再比力推落個地多一下，好呼氣拆開手，慢慢放翻個 pat pat 落地下，可以咧攬個膝頭埋心口，左右輕輕搖下，好跟住咧可以前後碌翻起個人，或者咧用你嘅方法起翻身， okay. 非常之好，一隻手可以放喺個心口，一隻手放喺個肚墩，輕輕合埋眼。合埋眼咧，自己谂下个坐姿应该点，我个下巴应该系收翻后，锁骨左右打开，膊头放松，肚脐向入向上收，
上半身有向上拉高的感觉，同时我们下半身的脚是很放松的，感觉我们的屁屁和只脚是有向下扎根很稳阵的感觉，和大地连结我们会感觉很踏实的。手板呢掂住个心口同埋肚墩，感受一下心脏为我哋跳动，感受一下我哋个呼吸。多谢身体，非常之好。双手合十嚟到眉心中间，喺心里面讲一声感恩，今日有美好嘅一天。Namaste。多谢大家今日嘅练习，咁我哋听日再见，拜拜。